为了关怀新生弱势家庭，卫生局在去年年进前哦，来举办了新希望秀出爱的新春义诊活动。由美发执行集团30位专家的设计师哦，为咱弱势的民众加持的引导各式的执行。市长魏特在现场就表示讲，社会上有真多独居的长辈啦，甲弱势家庭需要到三工，期待借由活动的力量，吸引更加侪团体付出爱心关怀弱势。新闻时府卫生局伫林森办公室广场头前举办“新希望秀出爱抗疫义诊”甲“精神健康选择会”活动，首先由嘉南疗养院拍鼓队的表演甲开序幕。现场有30位专业设计师操刀加头毛，和平众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新的一冬。市长黄伟特特别亲自出席活动，并感谢知名时尚发型很爱心，已经连续6冬参加义诊活动。市长表示，社会上有真侪独居长辈甲家庭需要帮忙，期待借由今仔日活动抛砖引玉，汇集更加侪力量来共同关心弱势族群。能够付出爱心，连续6年都来哈，你看6年前你还是小女孩，现在就已经是设计师了哈，这不容易哈，所以可见。米兰时尚真的是做爱心不落人后，而且持之以恒，这点非常非常的感谢。那也再次谢谢我们嘉南疗养院有帮忙这么多，我们许多的这个同学许多的好朋友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。那我们也感谢卫生局还有社会局还有许许多多的好朋友，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又发挥。社会的爱心能够让大家一起快快乐乐的过个好年。今天的活动现场已经安排参观游戏，有奖竞答，成功感应者获赠新品换秀、客制花春联赠送、甲进行健康选择等活动。希望借此好友民众共同营造友善环境，关心生活周边的弱势朋友。记者陈嘉生，东区采访报道。